行吗？知道我一把年纪，你们就不应该把他拉走。我们这么做那也是为他好。你想一下，他守寡了十几年了，你看他还那么年轻，他也有他的生活要过。他要真的想走的话，他早就走了，还用得着留到现在吗？对呀，你们反正你们怎么打我打不走，你们是不是看不惯我呀？不喜欢我了？这个家是不是容不下我了？还几个人想把我辣卖去哪里？不是卖，我们倒是为你好。再说妈都一把年纪了，我们也是为妈好啊。你总不能让老妈一辈子待在这个家吧？你们口口声声都说为我好，为我好啊！要是真为我好啊，就不应该用这种方法啊，害得老娘我今天啊腿都差点跑断了。哎，你来劝劝你老妈。跟你明说，你同意吗？你肯定不同意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能出此下策了。哎呀，我已经习惯在这个家里了。虽然呢，我在这个家也快十年了，你那个弟也是快走了十年了。可是啊，我觉得我这里还有我牵挂的人呢、啊。我跟老妈像亲母女一样，还有我，还有小孩呀、啊。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子了，我养到我小孩跟老妈相依为命。你们在城里好好的，你们过你们的，你们放心。该去工作就去工作，我跟小芳在家里好好的，你们非要掺和一脚。再说了，小芳说的也对，她在这里啊，还有个孩子在这里牵挂着呢。再说了，她娘家那边都没有人了，你要叫她去哪里？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，我们不想把你们两个人放在家里面，我们不放心。对呀，不放心呐、啊！你跟你们说，你们肯定就会像刚刚那样说了。就知道你们不同意了。有什么不放心？难道我会虐待你老妈吗？我在这个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你们得让我有一个容身之处啊。我现在刚刚老妈都说了，我娘家都没有人了，我去那边那个房子都已经塌了，你让我和小孩去哪里嘛？误解了，不是说你虐待我老妈，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感情太好了啊，我们就怕你们舍不得，我们是为你好。你还年轻呢，而且、啊、现在才30来岁。你看看那个老房子啊，只要一下大雨啊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我们害怕那个房子塌了，我们良心过不去呀、啊。那你们这是要把我拉去哪里吗？拉去我们城里面一起住。那你要拉去城里面一起住，你就好好说嘛，突然搞这么一出，吓都吓死人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想帮他重新找个家，重新找个男人，这样都说了30如虎40如狼，他现在正是如虎似狼的年纪。你看，我不要。哎呀，委屈了你了。我不要啊！如果我再重新找过一个的话，等一下嫁不好的话，人家对我那个小孩也不好。然后再说我嫁了，等一下老妈自己在家里一个人，我不放心。你们都在城里了，老妈又不愿意去城里。就是。哎呀，小孩你可以放在家里面嘛，我们养也没关系的。你去改嫁了，老妈我们接着城里面去住，你们就不要两个整天住这个老房子了，我们不放心了。我们作为大哥大嫂的，我们哎呀，怎么能够，我们看不下去呀、啊、哎呀，干脆这样，我看啊，这个小芳啊也是对你弟那个感情那么深厚，你叫他去改嫁，我看他那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他还带一个孩子。干脆这样吧，小芳听大嫂一句劝，你跟妈你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城里面住，你们在城里面也有个照应嘛，我们到时候啊上班下班回来还能看得到你们。反正小芳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我还要抱我那个孙子呢。哎，老妈，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啊，你看我们家那个老房子就快要塌了，如果再住下去也没有安全感。老妈，那干脆这样，你就跟大哥大嫂他们去城里，我就在家里守着。那不行，刚才我说了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毕竟我要守着我孙子的。如果我们都走了，
我们老家的香火还在那里呢，如果人都不在那里住了，等一下长草了咋办呀？小芳啊，话不是这么说，其实你这么多年在我们家，我妈也看在眼里，你对我好啊，我也知道。你刚才说家里的什么香火，其实啊，说句实话，老妈没有那么迷信的思想的。我是认为啊，人在哪里，香火就在哪里。还有啊，以后啊，把你的小孩接到厂里面去读书，这样啊，你们就不用老是牵挂了。那我拗不过你们，那就先暂时试一下吧，去厂里生活一下。如果我们实在要逢年过节，我们也可以回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回一次老家，这样行了吧？那行吧，老妈，好，那这么说定，那赶紧、哎、赶紧回去收拾行李。对，走，不坐这个车，老妈坐，老妈来，老妈坐，老妈坐。